天我要挑战在24小时内完成一首圣诞歌曲。啊，你说什么是圣诞歌曲？就是总之这首歌完成后，我会交给一群专业的音乐制作人评价。想看我被一群专业制作人打枪的，记得看到最后。嗨，大家好，我是 John。 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挑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络上的圣诞歌都长什么样子吧。不得不说，这首真的很经典，应该没有人没听过吧？对吧？应该没有吧。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my best friend。 OK， 在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得出了几个圣诞歌的重点。第一个，你要有超级大声的钢琴；第二个，你要有这个音效；第三个，你要有一个好唱的旋律。那什么是好唱的旋律呢？我们就举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来听听看好了。你可以从这段旋律中听到，它是一个由高一直到低的一个旋律，以及 Ariana Grande 的 Santa Tell Me。 你可以听到它的旋律是明显由低到高，还有像是这一首 Jingle Bell Rock， 它也是一个由高到低。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ck。所以这就是我定义的好唱的旋律。而第四个呢，你要有满满的和声，就是你除了中间在唱的那个人以外，你还要后面有一群人在，对，就是这种东西。那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挑战咯。那这首歌的编曲其实蛮简单的，有几个要素：鼓，这个声音， Bass， 钢琴，弦乐，吉他和一些效果，把它们全部加在一起，我们的副歌长这样。那主歌其实也差不多，我就只是把副歌删去一些东西之后直接推过去，我就烂。编曲差不多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步写词。我大概花了2个小时在写我的歌词要写什么东西，那我最后得出来的是一个很肉麻又有点白痴的歌词。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意境在讲什么东西吧。在这个冷风嗖嗖的圣诞节，你的朋友们都已经脱单了，个个都和他们的伴侣一起去逛圣诞城，一起在家庆祝圣诞节，而只有你一个人只能独自在家里面哭可怜。那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孩走进了你的生命中，她拥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微笑，而你非常欣赏她，所以你决定和她一起度过圣诞节。副歌歌词是这样的： Make a wish 在圣诞树下， What I wish for 不是 Santa， All I want for this Christmas It's you。 毕竟我们这次是要让玛丽亚凯莉失业嘛，我们必须从她身上借用一点东西。那歌词有了，伴奏也有了，那我们就来写。我这写歌其实花了1个小时就写完了，简单的旋律： Make a wish 在圣诞树下， What I wish for 不是 Santa， All I want for this Christmas is， 后面有个高潮 You。有词有曲，我们就可以来录音了。其实录音这个地方我大概花了10几个小时在这上面，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很难听，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混人声，我对我的人声和整个操作都不太熟悉，所以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在琢磨上。那录歌我们录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录了主旋律，我们录了和声，那这首歌就这样子完成了。现在是时候来给你们听一下了。树下 What I wish for
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要把曲子交给一群专业的音乐制作人，请他们来评价。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些专业的制作人好了。这些制作人是我在 Discord 上面认识的，来自各个国家的音乐制作人，他们的专攻领域是在 K-pop 产业。我在里面交到了很多的朋友，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他们每个礼拜五都会举办一个线上的 feedback，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曲子丢上去给他们，那他们就会在视讯通话的时候给你一些回馈。那我们的作品既然已经做完了，我们就赶快把它上传上去，之后我们就来等 feedback 吧。好，各位，我现在加入他们的通话了，那现在正在给其他制作人回馈，等一下就会换到我了，加油。 So actually let you speak. It's Jones Make a Wish. I know you already told me about the song, but you could tell everyone else as well. Okay, this songit's a Christmas song, and I challenge myself to make it under 24 hours. And it's for a content, so hope you like it. That's all I gotta say. Yeah, then it was a little bit abrupt. Maybe like let the reverb tail a little bit more. Yeah, I thought it was very sweet, very nice vibe. The one thing I think would really elevate it is just more vocal production, like interesting harmonies, stacks of background vocals. Like if you had a chord with vocals that, you know, especially because it's Christmas, like I'm imagining also quiet. Yeah. Like you could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would, instead of having the vocal in the middle and just having the choir with background vocal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just create a little bit more dynamics and movement. You could go and like align your vocals perfectly with the kick. That might make it sound better. Or maybe tame the kick a little bit so it's not in your face that much and flash as much. Yeah, or that.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这首歌的完整版也已经上传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了，希望你们都能喜欢。那我也是好久没有拍这种长片了，那谢谢这一年来你们在 YouTube 上面带给我的这么大的突破，还有 IG 抖音啊，都是要再一次谢谢你们。那我是 John， 我们 IG 2000追踪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